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侃娘哥，这是我的一副技术指导，这是我们最近晒好的这个土豆片，看没？嗯，好像这个金黄金黄的。今天我们就来炸一个农村版的薯片，看一下味道怎么样。那看炸，导游，油温烧到90度，关火，量到70度开始炸。开点小火，保持温度。来，我们上那个薯片，炸好。还吃得安逸嘞，好吃哦，真的好吃，当然白糖，白糖安逸，好吃，好脆，这个农村版的薯片啊，真的不错，好吃好吃，喜欢老铁可以试一下。